哈喽，我们是不知道，我是阿凯，我是李欧，我们的粉丝专业破40000的粉丝了，谢谢大家。40000人，我们 YouTube 也即将迈向12000的订阅，然后美拍也要破20000粉丝了。那这一路上呢，真的谢谢非常多的洋葱们给我们的鼓励以及加油，然后让我们可以继续勇往直前。对，那还是不免俗要跟大家说，我们每个礼拜一。是我们的播放爱旅行跟爱吃鬼，你们一定会红，不懂不会红，因为太少。然后我会分享我们 vlog 的一个生活。对，然后礼拜三呢是我们的夫妇剧场。哎，我这样是不是很高？礼拜五呢是由我们分享穿搭的夫妇更衣室。你要穿泳裤吗？那预计呢，再来可能会有什么？八月可能会有访谈的节目，然后呢，可能阿凯会开始连载网络小说。对，这是未来的计划，可是时间还不一定。我们是一对男同志伴侣，我不知道呢，里面就记载着我们所有的生活以及我们所关心的事物。那未来呢，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努力，然后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同志跟大家的爱都是一样，都是相同的。那在这一路上呢，我们夫妇会陪着大家一起向前行，希望可以迈向更多的1000000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